老师，大师兄在世间寻找小师弟和桑桑已经一整年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。老师，您说他们到底藏在哪里？是生是死？ 一切皆有因果，天晴棋盘，便是他们的结束。那老师，小师弟和桑桑究竟藏在哪里？棋盘。 问题是棋盘在哪儿？棋盘就在棋盘里。棋盘就在棋盘里。这岂不是循环死结吗？循环自然，生生不息，哪里会有死结？只看天意。老伯伯，你知道这附近哪里有水源吗？老伯伯，你知道这附近哪里有水源吗？小姑娘，你要打水去吗？
我带你去。三界，你为什么要害桑桑？她是冥王之女，她没招你，没惹你，你却要杀她，看来你是活够了。她是冥王之女。他是我从死人堆里捡回来的，从小养到大，陪伴我十八年的人。冥王之女必须死。他是我见过最乖巧最善良的姑娘，从来没有害过任何人。没事了，桑桑，桑桑，没事，有我在，有我在。黑虎，等什么？走啊！走。
七念大师找我何事？用铁剑刻的字虽不如毛笔写的好，小师弟，你这是要告诉我你还安好吗？用终身换你来不是让你来赏字的。抱歉，谢七年大师指正。一年过去了，书院还不打算对十三先生庇护冥王之女这件事表态吗？一年前天启十八年，为何是天启十八年？大先生，这支铁剑属于书院，我要把它带走。小师弟也属于书院，我要把它带回去。大先生，我会将你的话转告给蒋经首座的。待我向他老人家问好。七海雪山被封住了，能不能让他醒过来？我试试。大师兄，没事，受了点风寒，再来。好像睡了很久。你确实睡了很久，快看谁来了。大师兄。桑桑，我找你们找了一年。啊，一年？现在是天启十九年。天启十九年？我们不是刚从棋盘里面出来吗？看到你在天青树上会刻那些字，我就知道问题所在，难怪我一直找不到你们。原来是棋盘的问题。对，棋盘一念即是人间一年，天庭法力果然深不可测。那珊珊姑娘还好吗？珊珊姑娘一切都好，您不用担心。他们追来了，你们快走，我来拖住他们。好。小师弟，带桑桑去月轮国修习天青宗法，可以助他抵御体内的寒气，快走。大师兄保重。走。
师兄的脸色好像不太好。他帮你治病，应该耗费了不少天地元气。那他不会有事儿吧？他可是大师兄。我来对付此人，你们带着罗盘去追那辆马车。是。就甩不掉了。他们有法器。法器？什么法器？一个大罗盘。罗盘？天庭法器金罗盘，可以追踪到另一个属于天庭的法器。怎么办？被他们追踪的是什么法器？棋盘。棋盘？是天庭棋盘暴露了我们的行踪。聪明。